三中国好声音连日来陷入争议，导致节目宣布停播。自从歌后李玟控诉节目组霸凌之后，就陆续有不少人爆出了该档节目的黑幕，引发外界怒火。不过近日多名参加过的好声音的学员纷纷跳出来声援节目组，其中24强选手李在熙在微博发文强调，参加节目以及获得导师转身，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，没有被导演组粗暴对待，以及参加节目的食宿费用都是由导演组支付。然而在选手们集体为节目洗白之前，网络上就疯传一段对话截图，透露内部发了通知和要求，请选手们发声澄清。因此网友们开始质疑参赛者们是否自愿声援节目，纷纷留言嘲讽错误的时机发声只会让节目越洗越黑啊。Bye.